当新来的小猫咪进入猫群体时，其他成员可能会出现抱着踢又咬的行为。这是因为猫是一种社交性的动物，它们有着自己的社交结构和规则，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地位和角色。这种行为通常是一种社交性的游戏，其中较年长的猫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和教育小猫，同时还可以加强群体中的社交联系和认同感。此外，猫是一种掠食动物，有时候这种行为也可能是一种狩猎游戏的表现，它们可能会尝试通过这种方式锻炼自己的狩猎技能，或者将这种行为视为一种乐趣。不过，这种行为也可能会导致小猫受伤，因此如果你注意到这种行为过于激烈或持续时间过长，可能需要及时介入。关注我，带你了解更多猫咪知识。还想看更多你想知道的猫咪知识，评论区告诉我。